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啦，咁又到我哋嘅節目時間啦嚇。成日都聽到人哋講咧，話學英文咧講多啲，聽多啲，咁啊自然發音都好噶啦。咁你即講完即咩先得噶？係嘛？你要留心啦。譬如我哋成日講話啊，香港要維持安定繁榮，英文咧就調轉嚟講嘅繁榮同安定，繁榮 prosperity。安定 stability 和諧就是嚇 harmony 係嚇和和諧啊。嗱，講翻呢一個先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咁你聽完我咁啊，我講一次，你講一次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OK， 咁聽咗冇嘢咯，咁唔係噶。嗱，如果你有留心嘅話咧，你就會留意呢一類嘅英文字咧，咩 itty。之前啊，嗰個音咧係高啲咁多嘅 ，prosperity、stability 嚇，呢個 b 嚇，呢個 per 呢度咧，全部係高啲咁多嘅。咁如果你有留意咧，以後類似嘅字，嗱呢個字 formal 啊，著咩衫去飲啊，咁就好 formal 嘅咯，嗰壇嘢咁嚇 ，formal 係正式。隆重嚴肅咁解啊嘛，作為名詞咧 ，formality 嚇、啊，又係呢度啦。你啊做咗呢填好呢啲表啦，咁麻煩噶咁，我係咯 formalities 嚟啫咁。你隨口講咧就通常係眾數嘅添 ，formalities right？ 然後呢、這個 legal 又係嗱 formal 就係形容詞。變咗做名詞 formality， legal 又係啦，啊法律係人都知嘅咯，但係做名詞咧就係 legality， 喺呢度高音啲咁多咁嚇 ，legality 就啊啲合法性啊，所謂中文嘅乜乜性嚇，合法性 ，the legality of this action will be decided by the courts， 呢件事嘅。这个行为的合法性呢就由法庭来到判断 will be decided by the courts courts 呢为什么多过一个法庭的呢、啊、不是而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法庭是笼统来说、啊、由法庭来决定 the legality of this action will be decided by the courts 现在留意到了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formalityLegality 嗱，跟住呢啲字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啊，俾佢哋嘅啊發音咧，除咗 prosperity 啦嚇，係叽哩咕噜仲多咗啲噶，咁你更加要慣咗佢嚇啊。I'm familiar with this. Familiar 就係啊熟悉嚇、啊，知道作為一個名詞 familiarity， 誒呢度高啲咁多又係。itty 之間 familiarity， 你好難讀喎，咩咩話 familiar 你識 familiar，OK、okay? 加 itty familiarity familiarity 啊嚇高高少少，咁呢、這個 hospital 係人都知係醫院嚇、啊，但係變咗做名詞咧，同醫院無關嘅，小心啊！呢、這個係解啊人哋嘅熱情啊。總之很好的款待、啊、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啊、有個母出來的 Formality Legality Familiarity 然後 hospitality 最後這個就不是啊這樣了它就變成哦、啊啊、This is very generous of you 哇你很慷慨 Generous不是解一般 general 就一般 generous 就是慷慨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ITY 之前就是高啲咁多嘅。記住嚇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formality, legality, familiarity, hospitality, generosity。記住咯喎嚇，以後 ITY 前面 ity 前面嗰個音咧係高啲咁多嘅。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是什麼來的？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